咁而家你見到警報咁即係咁嚴重，咁係咁咩嘅情況下咧，你哋會唔會冒住呢個危險都會繼續抗爭咧？即係因為若果你一日唔解決呢個問題嘅話，可能喺未來嘅日子呢個情況都會再出現。咁我哋嘅
生命至高，不是受到其他匪徒的威脅，不是受到香港警察的威脅。那我們還怎樣在香港這裡安心自由？因為現在看到那個拉的人有6000人，11歲到84歲都有的，四個子彈差不多要30000發。其實你們這個狀況，香港人看到的心情會是怎樣？覺得未來這個出路會在哪裡可以解決到？就是因為這件事，所以五大訴求才變得缺一不可。咁若果撤銷所有參與所謂反送中的示威者的罪行，咁拉咗個6000幾人，可能要釋放他好多。但係林鄭月娥佢唔應承喎，佢覺得呢個係違反咗。所以我要更加要堅持落去，唔可以退，一退就輸。咁而家有冇一個抗爭嘅茉莉感啊？因為已經去咗半年，會唔會大家都覺得疲憊咧？都有的，但是講明了不分化不過，只是近的層次。